怎么了？不会因为去个超市让你变这么累吧？我最近睡得都不太好。其实如果你没睡好的话，你可以按一下你的印堂穴，还有你的安眠穴，都可以镇静助眠的。完了，我哪知道你说的这个穴那个穴在哪里啊？你作为医生，你给我示范一下。在这里呢。 坐着不能捏。可以啊。嗯。就印堂穴的话，在两眉的中间。啊，这不要化妆了，再花了。安眠穴在这里，跟你枕骨凹陷的中间在这里。啊，好舒服。 做饭还是医美王牌，留在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医院，真是委屈聂医生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每个男人都应该具备基本技能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怎么听起来好像你越南无数啊？无数谈不上，有那么几个吧。那么几个是几个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快点把手里的工作做好。 结束了，你试用期结束了，带量付费的，阿拉丁神康。哎，别忘了，你还欠我3个月哦。幼稚鬼。